主料：茄子380克，猪肉末16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大蒜、葱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肉末下入蒜末、盐、鸡精、胡椒粉煎至入味。茄子切小片，上面打上花刀，锡纸上刷适量油，摆上茄子，均匀地铺上腌制好的肉末，烤箱250度预热5分钟，中层烤至30分钟，撒上葱花，继续烤至5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肉末下入蒜末和调味料腌制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